安怎啊？恁还伫看我的巴肚？你拢有生遐尼久啊？俺的巴肚拢无看到啊？哦，医生讲可能是我这个人哦，较外畅多，所以三个月阁看袂出来。大包包。啊！你即摆是安怎？拄只咱毋是讲啊足欢喜的。姐姐，最近我毋知是安怎，一直想着之前我漏掉迄个囡仔。假使讲当初我有能力保护伊，伊即摆差不多甲迄个囡仔白大汉。拢怪我，伊失去性命，敢想着我感觉就对不起的。哎呦，当作是安尼，你嘛无愿意啊。别再怪你自己了啦，姐姐，你不了解我的心情。当初我都准备好要做妈妈，所以失去伊，除了思念伊，为伊流目屎，我不知道他能替伊创啥。啊，想到我也是感觉心肝头会空空，而且最近这个感觉愈来愈剧烈，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。阿娇，你若真正放不下心。有一个所在，你会当去试看卖哦。爸爸，咱母仔囝相处的时间虽然真短，但过我对你的爱，绝对袂比其他的妈妈搁较少。今摆唯一当为你做的，就是希望你从此以后，会当对神明去修行，袂搁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游魂啊。到底等来妈妈还是孤僻？妈妈等你。黄雪琴，那会得发回家？伊巴肚内底毋是有高俊生的囡仔？敢讲迄个囡仔？